可以就这样子。好，准备，好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，一起马上上。OK， 有，谢谢。今天是我在土板部落的第三天早上，现在呢要去吃早餐。我觉得它微蛋饼好好吃哦。那我们就先吃早餐，等等去电线杆的时候见。是我们第一根电线杆，应该也是今天最后一根了啦。然后我们等一下就要画那个叶子，然后画完之后呢，它就会变成一个漂亮的电线杆。我画完了。在这个叶子上面画了我这三天在土板部落的事情。我在这边画电线杆，学到了很多图腾。这里指的是排湾族的森林，还有他们的彩蝶。然后我在这一边画电线杆，认识了我们的小队服，还有我们的队员。有看到很多山，还有太阳。土板部落很可爱，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也可以来这里享受工作假期哦。然后来找这张图，拍照给我看。那我们继续画画。画一半之后吃点心了耶、！今天吃什么？今天吃甜甜圈。Yes， 柠檬水是甜的。很甜吗？是蜂蜜柠檬水。自己来。自己来、自己来，客气的哦，谢谢。来，给大家吃甜甜圈，里面有两个，里面有包馅吗？红梨，这样，它是里面有红梨，你们有看到吗？看得到吗？这边有一颗红梨，行动餐车坐在里面吃。我说进部落四天，看可不可以瘦个一公斤的，结果哎。一直不行，或者是让你失望。来这里真的是没有饿过哎、饿不到，还没开始饿，又要吃东西。
那个大方是下午呢要去山上跟五五一起玩整个下午，现在呢要搭那个货车去各个不同的定点，然后跟他们一起吃山地餐，然后做农事体验，然后煮料理。那我们跟爸爸上车出发咯。我们刚刚坐了货车来到了不懂，现在呢要开始进去跟他们一起吃饭，然后刚刚也做了一个米酒跟主灵是我们要来的仪式。那我们现在就开始吃饭吧。这里是延吉生活，我们下次见。